在里面。是他的东西到台北来看也是深深的吸引了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已经猜出来是谁了啊！我们今天晚上的客人孟庭苇。上个世纪末，一首家喻户晓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让台湾女孩孟庭苇红遍了歌坛。在那个年代，她清纯的歌声打动着每一位少男少女的心，因而有着月亮公主的雅号。但六年前，孟庭苇却突然选择了隐退。这次带着新专辑出现在人们视线中的她一脸的幸福，因为她现在成了幸福的妈妈。这时的孟庭苇有哪些不一样的转变呢？掌声欢迎。高博你好，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吗？对对对，所以说今天也打破了今晚的一个记录。我们是第一回采访两位嘉宾，只需要做一个沙发就好了。来，所以另外一段掌声呢送给小宝宝啊。小宝宝真好听话，你看百忙之中抽时间跟母亲一块儿到我们演播室，你看这还好听话的小宝宝，而且不吵不闹，不吵不闹，偶尔踢你几下。在我们这个开录之前呢，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办公室呢做了一个小的采访，我们就提到这个孟庭苇喜欢他的理由，对吧？然后列出几条，我说说您听听啊，其中有这样的声音，说他的歌淳朴自然，很真挚。能够打动人，哎，这是一个男生说的。还有说这个温柔，不带任何媚俗，典雅恬静，像是海的化身。感觉他的形容就是柔情似水的感觉，是吧？嗯，宝宝现在在肚子里呢。妈，我生出来小名就叫我海儿吧，海儿，像哪吒一样的感觉啊。海儿，最近在忙什么？最近因为十月份刚发行了第17张个人专辑。那所以这段时间都是为了新专辑在做宣传。对对对。其实有很多工作人员开玩笑，他说你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带球做通告的。带什么？这个我们带球做通告啊，两位。所以他说你要破纪录了。嗯嗯嗯。那因为有孕在身，还是要跑来跑去的。对对对对对，真的要特别感谢带球。对吧？让我们来工作啊！这个第17张专辑《幸福感》还真是蛮有幸福感的啊！哎，是在制作完了之后发现，哎，还有小宝宝了，还是同时还是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唱着唱着，对，这个也是很神的，对吧？唱着唱着，突然哎有和声，男女和声，不对，什么哪里问题啊？其实我录音的过程当中，觉得您讲的有和声真的是很有趣，就是因为。他会饿，很容易就饿。那已经是发展到后来了吧？对对对，所以制作人他饿是什么样的反应？饿的时候我会全身无力，而且肚子会叫啊。那制作人他们控音室那个声音很灵敏，对对对对，马上就听到咕噜咕噜咕噜，不对，又饿了，又饿了，快快快，再吃点什么。啊，就这样，那也是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对，恭喜恭喜，吉喜临门，这个事还了得，对吧？要采访你，我们派出了记者小分队到街头，我们要采访孟庭苇啊。这个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大家问一问。就想问一下，他当时那么红，为什么要退出歌坛？啊，我是想问问他，他这些年去做什么了？为什么一直不唱歌了？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他的歌。他为什么要复出歌坛呢？孟庭苇，我知道你的歌曲。那么平静，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也是那么低调的人？你唱了这么多凄美的爱情歌曲，那你自己的爱情观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比较关心你的婚姻生活，我想问一下，你跟你的老公是怎么认识的？哎，你看啊，这也是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对对对，这样我一一把它摘出来，一一问。哇，那么多一大票，我现在也忘了他们是怎么问的了，对吧？来，第一个啊，是一个女生问的，好像是说当年你在歌坛那么火那么红，为什么要退出歌坛？当时为什么要退出歌坛？我记得是在99年的时候吧。99年的时候决定退出歌坛，其实可能是因为我19岁我就进入流行歌坛，那等于是从学校一离开就进入这个环境，所以我整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最重要的那段年纪都在歌坛。所有的东西获得很快，不管是掌声啦、名啊、利啊，这些都来得太快，这是大实话。对对对对，所以经过了10年之后，我突然发现在我的生命当中好像有别的东西想要追求。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整个大环境可能开始有一些
媒体的生态转变，要有一些八卦啦，要有一些耍宝啦，要做一些可能跟自己性格比较违背的事情，对，然后我自己觉得很没有办法去适应。那时候我觉得他还蛮应该说彷徨吧，或者他还很多事情是还没有下决定，还没有办法得到答案的时候，然后可是生活中很多事情跟他希望走的方向好像是有点冲突，我就说那就要唱啊我建议他可以，因为我觉得人类有权利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生活。你看啊，姚谦，这是我的老板对，我真的要感谢他，我当年退出歌坛就是因为他让我有了这段时间，这个长达五六年的人生不同的历练。这个第二个问题是顺着我们这个事件延续下去的。第二个问题，他说你淡出歌坛这么多年都在做什么？就那一段时间，我后来有做了一个，我主持过节目。这个你笑什么？你笑得我很发毛，我也在主持节目，主持节目很好，主持了一个做菜的节目，美食节目，然后做的是素菜。哎呀，那这次复出歌坛又是为了什么呢？这次的复出啊，其实我在一年半前我推出了那个红花专辑，应该将近两年了。那2004年的。对，红花专辑当时的复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到，就是其实在很多的地方，它都有一些孩子们要念书却没有学费。这个事情，那我也经常会就是可能主持完了就把收入全部捐出去，做善事啊。对，然后我先生他就跟我提到说，你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捐，你不如干脆就是付出，然后唱歌把所有的专辑版税全部捐出去。那恐怕你在唱歌的时候就不跟以前的心理暗示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对吧？那种心情就是说你的起心动念完全不同了，因为当你知道每完成了一张专辑，然后每一次的工作再辛苦你都觉得值得，因为你只要上一次的媒体访问，你就知道有许多人知道了你发片，也有许多人会去买这张专辑，那就有很多的版税收入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我觉得那意义完全不同，好像突然之间我的那个歌唱使命感对加重了那会不会创作上有的时候会比以前会难？我觉得会难，因为心境的关系，因为你对于这个社会的爱跟关怀已经化成了你的就是在你的动对动力，然后会呈现在你的作品里头。对对。一个问题，你的歌声特别平静，你生活中也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吗？生活当中应该是，因为我身边好像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觉得我很自闭。自闭？对对，在我还没有遇到我先生之前，他常就是在我们刚相遇的时候，他说他觉得我很像道姑。觉得是不是那会儿你那个境界已经可能因为我在这个环境工作平常的那个时间都排得很满，工作时间很满，所以我回到家里我就不出门，也不交际应酬，闭门思了过了休息啊，就是反正有时间喜欢待在家里那所以呢面对公众的时候太多了，自己的自愈时间对自由时间就想独处一点。对对对，我的个性是这样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像很多人说，孟庭苇从来没听过他传绯闻啦，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那是因为个性，个性使然，的确是低调，这个天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吧？其实低调也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不好啦。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简单，那我讲是有没有变化？现在啊，对，当然老公之后会有变化，因为我老公因为什么变化？是因为他吗？对，我觉得是因为他。哎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传奇人物啊！真是，
你讲。我过去的十多年的生活，因为在歌坛，嗯，所以我的身边的朋友全部都在演艺圈，嗯，那我们除了工作之外，其实没有私生活的交集，就是我跟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嗯，那但是他是一个就是非演艺圈的圈外的人，对，嗯，那他有他的社交生活，嗯，他身边的同学朋友什么，他们就是很。就年轻人的，像他们喜欢去唱歌，对对，唱就很自然的，对，就老百姓怎么活，聚会他们怎么活，对对对对对，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喜宴，哎，像我过去十几年来，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嗯，我也不方便参加同学的喜宴，嗯，那我跟着他突然开始新的视野，嗯，我刚开始觉得很有趣，嗯，因为哎，这个东西好像是我过去遗失掉的，没有事，对对对对对，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其实可以说是我们上面好几个问题当中涉及到的最关键的一环，嗯，某种意义上讲是它促成了我们刚才那些问题的成立以及刚才姐姐的回答，对吧，就最后一个观众问的说，嗯，我比较关心你的婚姻生活，你跟你老公是怎么认识的，老当当当当，哎哎哎，对吧，刚才这个言谈中好几次我们提到这个心爱的老公啊，哎，他挺胖啊，不胖啦，哎，他挺瘦啊，壮，他挺壮啊，壮啊，我们这面发音叫壮，要发三声，就是夸人，对，壮呢有点像牛一样，不好啊，哦，是啊，很壮，很壮，就是男生，讲真的吗？就真的真的壮，很壮，就是男孩比较英武，嗯嗯嗯，不是那个，不是那个英武，就英勇威武的感觉，怎么认识的？我们高中同学，高中的时候没有发展太早，没有，因为。那时候太早，加上我们校风很严谨，也不可能，哦，分班嘛，男生一班，女生一班。对，只不过说，因为他在学校就是很出风头的男生。哦，他什么出风头？是打球还是打架？会打架。不知道是后者，这个壮不是白壮的，跟练过的。他很会画画，哦，代表学校去参加画画比赛。这个我们叫成语叫文武双全呐，啊。对，没错，文武双全的一个好少年啊，好好好。所以那当时是不来电的，就是一般同学互相欣赏，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写文章，哦，我们的作品都会在学校校刊登出，发表，哎，对对对对，所以彼此都知道对方，但是没有谈恋爱，没有没有进一步发展，年龄也不是在那个年龄嘛，对吧？嗯，那你们后来也隔的时间太久了吧？对，隔多久？13年后，对，拜托，再次相遇，一个轮回还加一年呢。13年之后再次相遇，是，啊，是工作机缘还是巧遇邂逅？工作吧，因为他后来开了公司嘛，嗯，办了一个春酒宴，要就是慰劳一下犒赏员工，嗯嗯嗯，然后他就找了想要找这个歌手，找了艺人去做表演，哦，捧捧场，嗯，对，那结果他就找上了我，嗯，他之前13年他干嘛都没有找你啊？他不是，这是因为他公司里头有一个员工跟我很好。哦，还不是因为他提议要找我，就去帮他主持了这个晚会，嗯，然后等于是有接触，对啊，就好像他对你改变很多，因为他的世界跟我完全不一样，不他接触的人太多，他从因为公司里头做出版，那他过去十几年都在做推销员，嗯，就推销书籍，那岂不是有一段时间你会给他带来很大压力，在你没有联系的那段时间，因为毕业不久以后你砰红掉了，对，然后他呢是我在推销书，这个他会有这个落差。你刚刚讲到，我就想到，我们在一次相遇之后，有一件事我打死不承认啊，他说他写信给我要相片，我没有回他。他当兵，他那个时候当兵，这事打死都不能承认，因为。我怎么都想不起来，好像有这件事。可是如果有的话，嗯，我应该会寄相片给他。为什么我不寄呢？嗯，那所以我想还是不承认好了。对对对，我从头到尾没收过这一封信。不承认，哎，那真是一注定会在一块儿。那这个，嗯，不管相隔多少年呢，就跟酿酒那个，对吧？对，嗯嗯，绕了一大圈，真的是，所以缘分很深吧。嗯嗯嗯。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大概就这个意思。好像一个老头在唱歌，本来就是应该老船工在唱的嘛。观众的问题呢问到这里告一段落，其实还有很多，嗯，但是时间有限，真是这样。下面呢，嗯，这个我们再打开另外一块领域呢，借你这个新专辑两个字幸福，我们来聊聊幸福感的感觉啊。好，嗯，啊，不同年龄阶段你对幸福不同认知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从上，嗯，在入行之前吧，少女时期吧，嗯，应该说我在少女时期还没有踏出社会之前，我受到琼瑶
小说的荼毒非常深。那当时对于爱情的那种那个画面，就是应该要有一个为你疯狂的那种痴心男子在大雨中对喊着你的名字，想象中这样的爱情才能够刻骨铭心。对，或者他应该要制造一些很特殊事件，嗯嗯嗯，很浪漫的感觉。对对对，可能在你海边的大石头上刻满你的名字啦，对，刻三年自己也老了反正就是一些戏剧情节我们管它叫啊。对对对，但是慢慢的我发现像到了我这个年纪、嗯、应该说我在结婚以后、嗯、我才发现到真正的幸福、嗯、它其实就是落实在平凡的生活里头，很踏实的一种幸福。对对、啊、即使两个人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讲什么山盟海誓啦、啊嗯、不讲那些花前月下的浪漫、嗯、但是你都会感到很安心。喜欢有你的地方，一如洒满了阳光，喜欢你围绕着我翩翩的翱翔，像淡淡的乐章，有甜甜的温暖，不必寻找，爱依然在燃烧，爱不是一种给予祈祷，始终味道。在家里面他为你做了一点小事情、哦哦哦、你会觉得啊充满了温暖、哎、那种感觉。哎，而事实情况他会做吗？他会做饭吗？他不会做饭他洗衣服呢？洗衣服会耶，会洗，他从来不洗衣服，但是他曾经有过一次让我很感动，非常感动。曾经有过一次好，我们也跟着感动一把，来讲一讲曾经有过一次啊。好，我到外地工作然后回来、哎、嗯，那他知道我的个性，就是第二天我只要我因为我晚上回来很累了、嗯、第二天我一定会把所有的行李都整理得好、哦、然后洗衣服什么这些事、哦哦哦、对。结果呢半夜大概三点多我醒过来、嗯、因为我肚子饿，嗯，我醒过来要吃东西，哎，他不会做饭，我老公怎么不在旁边呢、嗯、跑去哪里、嗯、然后我就叫他的名字，然后我就发现说，哎，他就在客厅这样忙来忙去。我说你在忙什么？他说因为你，我明天要上班，那如果你在家里，你蹲在那边整理行李，你这样子身体弯下腰会不舒服，所以他就把那个椅子都排好，把那个行李箱垫高，让我可以不用弯下腰做这件事情。感动吧？不是。什么？很感动。就是我们这样想想，我有点乱啊，我们想想啊、嗯、就是他深更半夜起来对吧，对，给你做好了一个可以让你更加舒服干活的一个空间而他自己呢、嗯、把时间浪费在布置这个空间而没帮你干而没帮你做，是不是？他不会做呀，他不知道东西要放哪里，他只有我知道东西放哪，所以他任何东西他问我老婆什么东西在哪里。哎，可是我已经很感动了耶。我很理解你，我很理解你啊，我理解你啊，很好的一个妻子，掌声给他一下子。很好的一个妻子。三点多的时候，后来我就说你赶快睡，你们要上班哎、嗯，然后我就去睡，我到六点多醒来，哎。他怎么还不在旁边？又飘走了那天。我想说怎么回事，他一直都没有回来睡吗？对，结果我就到处找他，嗯，就到处找他，找不到，房长难过，找不到，真的。我想说怎么回事，那我就打电话，我想说他不在家里，一定在公司，出去了、一定在公司。我打电话去公司，他果然在公司。我说你六点多跑去公司干嘛、嗯、他说哎，我睡不着，干脆先来公司准备他今天要开会的事情。那我说奇怪，我的脏衣服怎么都不见了，我就问他，因为他知道我一定第一件事要洗衣服。嗯嗯嗯，他说我已经帮你都洗好了晒好了。这回自己做的他帮我洗好衣服。你看看你看看，哎呀，他很懂，他很懂得做丈夫，他也很懂得女人呐、啊、是吗？他三点半，我们看，我们按照那个案情那么去分析啊，三点多那个他消失掉，他是呢是做第一步的计划，好像是哎，你看我也不会做，但是我尽我所能了、嗯、六点多那趟你发现他消失了那次、嗯、知道吧，他把衣服都洗完了，这件事情证明你丈夫有梦游的习惯不是
要不然他可你说了他不会洗衣服的，对，他不会洗衣服的，但是他就是为了他怕我太累。夫妻生活就是这样，平平淡淡，对吧？我为什么那么感动，是他还把我每一次洗衣服的程序记下了，他知道我要洗两次，就是而且我要把那个像内衣裤跟臭袜子外衣要分开洗，对对对，然后洗一遍，第一遍的时候那个洗衣粉洗完以后再洗第二遍要加消毒剂，那个消毒水我会加一点点消毒水，然后洗干净才晒。他把这个步骤都很清楚的做好，好幸福。你看他描述这个，哎呀，真是，我也替你觉得很好很好，感动自己就好了。感动啊，感动，感动的不得了。因为我们这样子结婚两年多，他第一次做就令我感动。哎，有一点我特别纳闷，你看你以前那么忙啊，对吧？19岁开出道，然后一路走的也很好，对吧？你哪来这些生活经验呢？洗衣服你还洗两遍，你还第二遍还消毒剂了，你看。这个真的是为什么人家说妈妈大概是什么性格，女儿就会是那样。我妈妈就是这样，我每个礼拜都要擦地板。而且擦地板一般人是用拖的，每个礼拜一擦，每个礼拜一擦，然后拖把拖地，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我是拿抹布在地上一慢慢。哎呀，因为我妈妈是这样的，她说拖把不干净。以你对太太这个职业的理解，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呢？我打几分哦？满分100分，有没有90分？90分，应该有90分。那另外那10分扣在哪里了？10分扣在哪里？应该每天擦一回地吗？不会，那太夸张了。另外10分扣在谦虚啊。你看看人家多谦虚，对吧？那谦虚呀，这招以后我可以使用一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幸福感。孟庭苇有他的幸福感。这样我们还是到街头看看寻常百姓，我们的观众他们的幸福感在哪里。来一块看高博小电视啊。最幸福的话那是应该被人宠爱吧。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高考时候很顺利的考上大学，就觉得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应该比较幸福吧。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看到知道老婆怀孕的时刻。跟家人坐在一起吧，晚饭后可以聊天看电视。我大学毕业，然后可以让父母放心，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最幸福的时刻那就是第一次见到孟庭苇的时候就很幸福。最后一个人说的什么？见到孟庭苇的时候，哎，那我感觉很幸福。我替你幸福啊。我幸福一会儿。那我们提到这个幸福感，我们在下面再打开另外一块领域，就是对于别人幸福感的认知，因为这个直接关乎到你做善事的一种动机也好，或者心理暗示也好。怎么看人世间大众的这种幸福呢？大众的幸福因为有太多不如意的地方。对，我觉得基本上一般的人其实会起烦恼，大部分来自于欲求太多。其实当你欲望降低减低的时候，你标准不要太高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得到满足。得到满足你就会觉得快乐，你的生活很快乐。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就是幸福这个事情你给他下一个定义，用我们最朴实的话。其实此时此刻对我来说，我生命中孕育另外一个生命，我的身体里头有2颗心脏。那对我来说是很神奇的，奇妙的一件事，而且还是雌雄同体。多么的奇。这是我老公的说法。怎么琢磨这词儿？不是一抱球就是一雌雄同体呢？好，现在更多是从幸福妈妈的角度去体会这种幸福的感觉。对，其实是很强烈的感受。目前希望宝宝将来是什么样，就是对他有没有希望？现在有，我对他有很多期待。那这个期待，我会希望他，就每一个妈妈都一样，希望小孩子非常平安健康的成长。那除了这一点之外，我对他有额外的要求。我希望他有很强健的体魄。这个行，他爸挺壮。这个一样继承都可以，可以行万里路。那行万里路最主要的是我希望他能够帮助妈妈，共同完成就是服务人群的事情。对，这是我对他很高的期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这个很好，很好，很好。小宝宝，海儿，听见了吗？你妈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别笑，你笑她听不清楚。你妈刚才对你的期待，好吧？好好长身体。今天录节目，她没什么反应，是吧？
现在比较没有反应，就刚才那一段。对，嘿，你不给我面子是不是？送出我们今晚美好的祝福，祝还是这个雌雄同体，对吧？同体同体到一定时候，也别太早，也别太晚，对吧？顺产出来，还保着宝宝健健康康啊！这个健康是第一位的，那个实现你的愿望是第二位。我们还采访了一些观众啊，观众也送出自己的一些这个祝福，他们用他们特殊的方式。不忍心让你看见我流泪的眼，只好对你说，你看，你看。寄到台北来看雨，梦是唯一行李。呀呀，我们永远支持你。唱你的歌，对吧？对，经典的歌。嗯。但是每个人的水平不同嘛，你理解一下，对吧？这个下面呢，我们的今天的重头戏，对吧？这个好不容易，把孟姐请来，我呢是为了今天的这个录制呢，我一个。一个礼拜没有唱歌，就是让他更歌喉出来以后更圆润一点嘛，更有魅力一点。我们俩共同为大家演绎一版三人小合唱。叮铃铃，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掌声声鼓励一下下。好，开始吗？宝宝。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云一朵雨做的云，空空又一片云，全都是你，不知又将吹向哪儿去，吹呀吹，吹落花满地，满花满地，找不到一丝丝联系，一丝丝联系，飘呀飘，飘过千万里，千万里，苦苦守候你的归期，啦啦啦啦啦啦。